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啾啾鞋。现在很多产品都会说哦，他们有 AI 嘛，但真的要训练出个 AI， 我们需要先收集大量数据以后，才能够训练他们做出对我们有用的判断，融入到产品中呢，才能带来更好的体验。也就是说 ，AI 需要大量的数据跟资料才是重点。OSIM 无感养生仪，它是一台利用输入个人化数据后，再透过生物传感器检测出心率、呼吸频率、心率变异性等数值。经过医学大数据分析出你的身心压力指数，提供个人专属的无感舒压配方。数据 AI 的重要性是因为不同的年龄，即便身形一样，但身心状况绝对不同。没有输入个人数据资料，是无法提供客制化配方的。只有透过数据 AI 才能够精准掌握你的需求。目前市面上呢，只有 OSIM 在沟通养生椅，而不是按摩椅哦，因为它不只是单纯的按压、舒缓酸痛而已。在按摩的过程中呢，旁边会有气氛灯，还有环绕音响可以播音乐，有加音乐真的放松很多啊。旁边还有两颗香氛，在按摩过程中会持续释放香气，让你更融入在那个按摩的情境里，很舒服。养生椅不只是放松身体，更重要的是释放大脑的压力，调控放松情绪。App 里可以下载 One Touch 养生秘境，每一个的灯光、音乐跟按摩流程都不一样。我亲身体验过后呢，真的跟单纯的坐在那边很机械的按摩椅完全不同。我自己喜欢在洗完澡、睡前的时候按，特别是用这个星夜极光，按完之后呢，很放松，就会很想睡。而且我发现我这样可以减少睡前躺在床上滑手机熬夜的时间。因为我们如果要从活动状态，然后直接躺平就要马上入睡，大脑其实都还很活跃，静不下来啊。这个时候就会想要继续滑个手机，结果呢导致熬夜。但先按摩放松之后，再躺上床就会很想睡了，等于有一个睡前的入睡仪式，比较渐进式的结束一天的活动，然后再去睡觉。我老婆也是哦，一开始坐在上面还会讲话，大概过十分钟之后就没有声音了。我朋友来坐也是差点直接在上面睡着。大家也都可以去门市试坐看看这一台 OSIM U Dream Pro 无感养生椅，只要小心，只在店里面睡着啊。